垂钓诸天，895集，人心难测。皇陵位于皇城后方，历代皇帝的陵墓。此时的陵墓之中，几位面容苍老的巨人忧心忡忡。乱臣贼子居然弑兄，也不怕遗臭万年？开启老祖宗留下的阵法，击杀此贼。几位老人气愤不已，早在30年前，夏鹏就已经崭露头角，朝中几乎就是此人的一言堂，但一直防备着夏鹏造反，却一直没有等到。30年过去了，众人都以为夏鹏不会反，对其防备降低，但是没有想到正是如此给予了夏鹏机会，不然凭借着皇城的天险，又怎么会毫无反抗之力呢？一个老人面露忧色，老祖宗留下的阵法也不管用啊，只是老祖宗留下来镇守皇陵的。此话一出，方才还是一副阵法一出秒天秒地的老头不说话了。好家伙，没有你这样拆台的。诸位阁老，还不出来一见吗？皇陵之外，一行数十人骑着蛟龙，气息毫不顾忌地散发出来，重以暴毙。一个老人呵斥着，声音传了出来：乱臣贼子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莫非你们以为靠着老祖宗留下来的阵法就能够挡得住我？夏鹏此时面带红光，等了这么多年，如今算是得偿所愿了。该死的老头，要是当初把皇位传给我，也不用让我苦等这么多年。夏鹏有些埋怨死去的父亲，心里愤愤不平。另一个老人的声音传来：我们固然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是你敢进来吗？除非你一直坐镇在此处，不然我等总有逃出升天的机会。哼，阁老，你倒是提醒我了，你说我要是发动民夫，直接把秦山移过来，压在皇陵之上，不知道诸位阁老还能不能够出来呢？夏鹏嘴角带笑，大声说着：“庶子而敢！”皇陵之中，诸位阁老吹胡子瞪眼：“阁老，你们要认清现实，如今我那皇兄一脉已经死绝了。”就算要挑选继承人，这整个皇室之中除了我还有谁？你们还在坚持什么呢？莫非是想要为其陪葬？夏鹏并没有着急，很有耐心，而皇陵之下的几位阁老可就是没有这个耐心了。怎么办？如果我等不答应，恐怕他真的会把秦山移过来，压在皇陵之上。可此子心狠手辣，连兄长都能够击杀，更遑论我等。没错，一旦我等出去，把地印交出去之后，难保不会向我等下手啊。几位阁老有些异动，但又怕被清算。诸位阁老，地印交给本王，本王可以保证你们还是阁老，一样享受荣华富贵。夏鹏的声音如同恶魔的呢喃再次响起。不可，十九公主或许已经逃出去了，此人弑兄，心狠手辣，怎么能够当得起帝位呢？一个老人直接下了断言，手中拖着一方神金打造的盒子。你们可要想清楚，是继续荣华富贵，还是随皇兄陪葬？夏鹏的神色已经有些不耐烦了。诸位，不要听他花言巧语，我就不信他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移山镇压皇陵。手持地印的大阁老劝说着众人。没错，大阁老说的对，说不定我等出去，此子就会翻脸。到时候没有了大阵的威慑，我等必死无疑。昏暗的皇陵之中，气氛有些诡异。片刻之后，几道声音响起。大阁老听着其余人的话，
欣慰地点了点头，只是大阁老没有看见，是其余几个人都暗自打了一个眼色。是谁？一个阁老猛然惊呼，看向大阁老后方。嗯？大阁老条件反射地转身，气息鼓动，噗嗤，一道破开肉体的声音响起，在寂静的皇陵之中显得格外的清楚。为什么？大阁老不可置信地看着胸口探出来的一只手，手掌上握着一颗正在跳动的心脏，费力地扭过头看向身后。大阁老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要是陛下还在，我等自然战战兢兢，不敢有半分的疑心。如今陛下已经去了，诸多血脉也去了，如今还抱着地印死守做什么呢？之后之人贴着大阁老的身子低声说着，谁做皇帝不是做呢？我等只需要当好阁老不就好了吗？何必陪着陛下先去呢？大阁老动了动嘴唇，但是呢，却最终没有说出话来，身子也越来越无力，眼神之中闪过了明悟，自己呢，这是挡住了其余人的路了。大阁老此时心中并没有怨恨，反而是解脱，自己了解其余之人，是啊，对于皇室的忠心毋庸置疑，可现在变天了，他们为的只是活下去。其余几位阁老脸上闪过悲切，特别是动手击杀了大阁老的那个人，更是虎目含泪。只是众人明白，大阁老是绝对不会交出地印的。大阁老孤家寡人，可自己等人不一样，还有家族，更重要的是，谁会嫌自己活得太长呢？是以，哪怕几位阁老关系很好，一起生活了数百年，可还是毫不犹豫地下手了。我等拜见殿下。收拾了大阁老的尸体，几位阁老捧着装有地印的盒子向外走出，几位阁老躬身行礼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诸位阁老果然没有让本王失望。夏鹏大笑着吩咐亲卫去取过地印，咔嚓，夏鹏打开了盒子，看着其中一枚散发着恐怖波动的印玺，激动不已。印玺通体呈现了天青色，上方雕刻着一头耀武扬威的蛟龙，蛟龙如同活物在缓缓地挪移。恭喜陛下天命所归，诸多亲卫纷纷下了蛟龙，单膝跪地齐声大吼着。平身。夏鹏念头通透，如今终于如常所愿，心境变动之下，自身的修为都是更上一层楼，一身气息越发的庞大，只是站在原地都让众人升起了一股无法抵抗的感觉。几位阁老对视一眼，心有余悸，太强了，完全不可抵挡。好在如今自己等人算是躲过了一劫，固然悲伤，再哪怕再来一次，几个人也会毫不犹豫地击杀大阁老。轰！此时在场所有人都是心有所感，纷纷转头看向了皇城。远处的天边，一柄柄接天连地的巨剑落下，如同灭世一般，恐怖的蘑菇云升腾而起，紧接着一股股震动自远方传来，地动山摇，远处皇城之中，无数的建筑在这一股余波之中坍塌了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